曾在《如懿传》中出演小琵琶精白蕊姬的何鸿燊，近日被拍到和电竞教练胖胖携手同回酒店，两人还穿同款鞋子。第二天，何鸿燊去看电竞比赛，比赛结束后又与胖胖一同坐战队的中巴车前往餐厅聚餐，疑似恋情曝光。长相神似赵丽颖的何鸿燊与电竞霍建华的胖胖，两个人在颜值上都非常给力，十分般配。